六年四班班级音乐会正式开始，第一首是我们的《修炼爱情》，情态、歌唱，表演者刘梦柔、吕婉珍、赖静文、赖佩仪。这首歌曲内容情感很丰富，我们想作曲家在谱写这首歌曲时，应该情绪很难过，需要唱出来感同歌词所要表达的忧绪，希望我们表现好，祝大家毕业快乐。我是不会说谎，别让他为难，我们两人之间不需要这样。修炼爱情的心酸，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，我们的一些信仰要忘记多难，近距离的欣赏，近距离的迷惘，谁说太阳会找到月亮，这样有的爱我们不可能落荒。修炼爱情的这是努力不简单，温柔的泪水是一种勇敢。一年前的方向，几年后的月亮，我一睁眼去让你身上，眼睛上面我不会受不了漂亮。终于坦诚笑着，既然已经看过多少次原谅，把在天空看过多少次遗忘，多少心慌，修炼了几多心酸，只为刚好以前的渴望，我们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，来宾请掌声鼓励。第二首歌曲是我们的总是一次又一次，情态口琴二重奏，表演者
欧立旭、曾金云。内容简介：这首总是一次又一次使宫崎骏电影《神隐少女》的主题曲，曲风很活泼可爱，会让大家想起小时的自己。我们快毕业了，转眼之间六年过去，疫情虽然升温，但不影响我们的热情。希望我们可以用口琴画下一个完美的句点。来宾，请掌声鼓励鼓励。紧接着第三首是我们的《告白气球》，形态、歌唱、表演者：陈艺婷、赖博士、洪瑞婷、陈雨燕、郑艺宏、庄佩蓉。内容简介。这是一首属于爱情的歌曲，很适合在约会的时候唱，也可以放在婚礼放这一首情歌，会增加一点浪漫的气氛。快毕业了，我们不想太感伤，想要留下快乐的回忆。Shut up.
结局谁来写？
写，写不完爱恨缠绵，可我不以自怨自叹有几篇。这首歌轻快活泼，让人忍不住跟着一起唱出来。也因为这样，我们选择这首曲子，希望这首歌代表我们整组的心情，让悲伤的毕业歌转换成开心的心情。失眠一个人的房间，我把灯关了熄灭。
So
心上，过了一句让谁感到荒唐，人们肆意玩弄，从没去想你是有多嚣张。我的心脏脉搏为你跳动，为你狂，你说我真的多日不如离开流浪，都怪我没知我的伤。祝大家毕业快乐，掌声鼓励。